让你去做的，无非就是你帮我去跟进这些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这个东西你，我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和你沟通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如果我什么都不做，那你觉得我还用你来帮我？你觉得呢？我说是没毛病吧？装一下，21条1米的不？啊，2米的不？